早安，各位好。今天我们有两位徒弟在现场，没有 Liz，还有 Aaron，Jason，s o n 那还有天美老师。大家好。那天美老师刚刚给我们呃点评了非常精彩的香港的反送中条例，然后接下来呢要讲一下这个男男性爱短片。讲呃，我们这几天都有 update 了一些呃，就是新闻。對,对对对，现在暂时的发展是双方都已经报案了。 然后，呃，感觉上我们上个小时有讲到，就感觉上比较多，呃，出面的都是支持阿斯米娜丽的人这样子。所以等下我们请教一下，呃，孙美老师关于这个楠楠现在短片的事件。好，我们现在把时间，呃，稍微先 mute 一下哈，大家等二十秒啦。我们电台回来。<laughs> 斗领争。 天美老师在现场，我们欢迎天美老师。老师你好，老师好，大家好。好，那我们还有呃两位徒弟啦，就是 Liz 跟 Aaron 在这里。<是>那现在我们也是同时在进行着呃脸书的 l i f e 大家也可以上呃脸书重温，或者是呃现场听一看老师的这个点评。关于最近这整个星期都在讲这件事啦，嗯、就是男男性爱短片，老师这件事情有怎么看？其实这个案子哈，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蛮熟悉的。 嗯、呃，因为里面有太多是过去我们见过的一些细节。<是>我们先说一下，嗯、如果说到南南这个钢交案哈，是，我们会想到谁？安华，<laughs>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说安华好像成为了这种南南性爱的一个呃专有名词啦。嗯，那所以这个案子出现，它还有很多很有趣的巧合，比如说安华当初的事件爆发就是塞富。 <是>跑出来，那塞夫其实他就是安华那时候的一个助理啦。嗯，好，那塞夫见安，就是跑出来之前，大家有传闻说他见过哪集、嗯？嗯，那呃这一次呢，这一个呃哈兹<姿>哈兹阿兹，哈姿啊、姿对哈兹阿兹是。 他这一次也是受害者跑出来说，然后呢，他在跑出来说之前也见过了阿斯明·阿利的助手希尔曼。嗯然后呃，我们再回推安华的第一次的那一个案子。嗯。呃，安华第一次的钢交案是在马哈迪任内，他那时候是要成为首相，嗯、然后因为这个案子出现，所以所以他就当不了首相了。嗯。 那这一次呢，阿斯明·阿利的事件呢，他也是很有趣的。因为虽然我们都表面上觉得马哈迪会传位给安华，嗯、可是其实坊间或者这个也已经不是秘密了。嗯，呃，马哈迪是似乎是在培养阿斯明·阿利，就是成为下一个首相取代安华。虽然马哈迪从来没有开口说过，嗯，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阿斯明·阿利是跟安华闹翻了。哦、那呃。 这一个事件出现，我们可以看到马马哈迪当初第一次安华事件的时候，他开除了安华。嗯，可是这一次马哈迪是为阿斯米阿利讲话，所以他是支持他的。对对，所以这个案子，呃，我比较好奇的是，如果你要把一个政治人物搞垮，你有很多手法，贪污是一个方式，嗯、对不对？嗯、那虽然这一次也有啊、呃，影射说阿斯米阿利他是呃有。 贪污太可能对，但是已经证实了那个对，已经证实没有了。可是这个又贪污又有男男性行为的丑闻出现，这个不就是安华第一次任内发生的事情吗？嗯，然后呃，为什么一定要男男？难道其他事情不行吗？<對>男女不行吗？ 为什么是一定要男男呢？是这个就是，其实个案子，我觉得会令我产生更多的疑问。当然，有些人就说：“哎、欸，马来人或者穆斯林不是可以娶四个老婆嘛？嗯、如果传传出男女有什么问题，就是非婚、哦、婚姻中的性行为。可是，如果真的去有去关注这个穆斯林或者《可兰经》，其实，在婚外的婚外的性行为是不允许的。嗯，你可以有四个老婆，嗯、可是你不能有婚外性行为。 嗯、那么，如果推出一个呃，阿斯敏阿丽跟另一个女生在一起，而不是他的太太，他同样也有一个杀伤力，当然没有男男这么这么重，嗯，但是贪污也一样可以啊，你只要找一个贪污罪给他，他也一样会出事。所以为什么是男男？不是有一些学者已经出面表示说，男男的伤害力是最大的，杀害就是对于这个政治人物他的政治生涯来说，这个是在马来西亚这种情况。 个氛围才会比较影响力，对,对吧？对，在国外可能<对>呃会比较呃不应该说是马来西亚啦，应该就是说穆斯林世界。对，因为穆斯林是不允许有同性恋存在。嗯，当然这个男男杀伤力最最大，可是为什么你一定要用男男？嗯，尤其是我们对于男男这个震撼，其实已经没有第一次这么刺激了。嗯，那呃一定要用这个，然后跟安华刚交刚讲，案这么多重叠性，重叠性这么高。 究竟是为什么？嗯，所以这个就开始有很多的阴谋论的东西出现了。嗯，对。那呃，至于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就说这一次这个案子的出现，其实就是要阻碍阿斯明、阿利能够顺利接班，成为马哈迪的那个接班人，取代安华成为首相了。呃，感觉上也未必不对，因为这个东西出来，嗯，那接下来要怎么善后？ 嗯，是证明是他还是不是他？可是伤害肯定是有。嗯，就算说不是他也好，一般上除非媒体人像我们这样子会长时间看报纸、巨细靡遗的看，对，要不然就算澄清之后，如果那个宣传没有做得够大。 这个东西还是看不到的，是,是,是很多人看不到。我那一天上次的时候，金马伦补选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些记者朋友在说，嗯、金马伦里面有很多原住民嘛，嗯、就是土著，很多土著还以为现在是国政执政，拉、哦、吉还是首相，所以拉吉那时候去宣传很受到土著欢迎，因为他们以为是首相来了，嗯、所以呃我们。 我不是在嘲笑那些土著，我是说很多人不并不会这么关注到很细节的东西。嗯、所以，就算阿斯明阿利后来澄清他不是那个当事人，嗯，但是那个疑问是肯定存在我们的脑袋里了，嗯，<後>所以我们都是处在一种人云亦云，嗯、还是在人云亦云的那种状态。是因为我们很难相信，嗯、我们已经失去了相信的能力。嗯，那是是另一另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哈蒂尔。 到底他在西蒙里面还抛腹到哪里去？因为不要忘记哦，当初纳吉在二零零九年宣誓成为国政的主席，继而成为马来西亚首相的时候，嗯、他是有蒙古女郎案在身身上的哦。对，所以他上任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很不高兴，就说我们怎么可以让一个谋杀嫌疑犯成为我们的首相？尤其这个案子还没有厘清，哦、所以。 Najib 他那时候虽然背着这一个疑云，他也是上去了。嗯，因为 Najib 那时候是马哈蒂尔指定的接班人。嗯，马哈蒂尔那时候他想尽办法，就是要把阿布杜拉巴达威拉下来。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嗯、他嘲笑阿布杜拉巴达威开会的时候在睡觉啦，他没有能力呀、啊，然后不停打瞌睡之类。然后他就马哈蒂尔说，只有 Najib 他的副手是最适合成为我们的首相，所以阿布杜拉巴达威必须马上下来让 Najib 继位。 所以，Najib 是在马哈蒂尔强力的呃推荐和保送保,保送之下 <laughs> 成为了我们首相。嗯、而所以那时候我们可以见到，就是说马哈蒂尔在国政里面或者乌统里面，虽然他已经离开这么久了，他是二零零二年退位的，嗯、他离开了七年，他的权力还是这么大。所以现在马哈蒂尔还在西蒙里面，那。 虽然我还是要强调一次，马哈蒂尔从来没有指明说他会传位给阿斯敏，但种种迹象，嗯、很多坊间的学者或者持平员都觉得马哈蒂尔在培养阿斯敏成为真正接接班人，因为他不放心让安华接班。嗯，我们是想想啦，你二十年前搞到一个人终身前途尽毁，然后入狱这么久，第二次还是阴谋论这样，虽然未必是马哈蒂尔干。 对对对对，未必每一次都是马哈蒂尔在里面啦。是可是马哈蒂尔影子很难让人家去怀疑。嗯、那你放心，让这个人成为首相，然后你能够确保他不对付你嘛？我认为每个人，我们说呃。 怎么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但是我们谁不做亏心事，嗯、对不对？以 <laughs>、哎哎、老师，我把时间再推前一点哦。如果说阴谋论<是>再阴谋早一点，就是反贪一姐的事情，是就是讲说公正党好像也是分派，关于拉迪发成为反贪一姐，<是>又觉得哎，这又会不会又是蹲马的另外一个呃，怎么说用的方法？呃，这个这个不排除啦，当然不是他的肚里的蛔虫们都不。 不不能说，對對對對可是，在表面上来看，这或许也是他的一颗棋子。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的时候，他也没有透过透过那那个同意。当然，敦马是说根据法律，确实根据法律，他不需要是可以的，是不需要透對對對對對透过那个。但是因为西蒙那时候就说全部要透明嘛，所以理论上、道义上、情义上必须，法律上不需要。嗯、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阿斯明阿利，如果他之后。 真的还能够取代安华成为我们的首相？那马哈蒂尔权力是在的，他在西蒙是真正有影响力，嗯、力而且可以掌握所有人。嗯、但是如果阿斯敏因此被刷下来，再也没有办法成为首相的话，我们就可以以此或许断定马哈蒂尔影响力并没有在西蒙里面这么强。 嗯，好，嗯、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分析，很分析呃，怎么说，很大的一个 round up 啊，对整件事情。<對> OK，待会回来呢，呃，天门老师还会继续在节目现场跟我们说说看，就是关于我们的 double v i r a 李宗伟要退出语坛这件事。<music>